对啊，剩下就哎，就第一，哎，这女孩子是谁啊？记不起来。然后就这么哎，你别急，然后就玩过这几天就一起拍，拍那么久过后，然后就觉得哎，怎么越看越好看？对，你不要。觉得自己的这版杉菜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她男朋友长得还不错。你不会日常生活中也是像道明寺一样几乎水月吧？没有啊，就是打是亲骂是爱、啊、我真想给你们看他打我的视频，打是亲骂是爱啊。绝对不会让我对你从他叫我怎么就没让你啊？我怎么就没让你啊？一般困难，然后他打哈欠就会打出很奇怪的声音。哪有在讲的哦？不是在讲的哦。喂，一会儿杉菜老师和花泽类老师打扣，一会儿他们要下水，捡我扔的项链，捡我扔的项链。And you pay the price when you messed up your life. Girl, I know you're so afraid, but I can't write the wrong CD. I know you saw the lipstick on my window and wondering how many chicks been in my home. I've done my share of playing games, but for you, I'm giving up that life. 陈月，你哪里人？你的心上人。哎呀，你的心上人。哎呀。呀，我最近划一个口子，要不你也划一个吧？这样我们就是两口子吗？知道我想喝什么不？你知道我想喝什么吗？你喜欢杉菜什么？他的我都喜欢，他的我都喜欢。是哪一个 moment 让你爱上他？哪一个 moment？感情上这朵塑料花样永不凋谢吗？